四川现代汽车有限公司，一个完美融合韩国现代汽车、中国南骏汽车优秀基因的国际商用车企业，已在中国西部经济先导区、成渝经济区卓然崛起。四川现代拥有先进的商用车研发中心和韩国现代的强大技术支持，围绕优先发展中高端重型轻型商用车为核心的产品战略，将自主研发、联合研发、技术引进相结合，围绕多层次市场需求搭建了现代、智道、南骏三大品牌和产品体系。品质是四川现代追求的第一价值，以卓越品质创造美好生活，这是四川现代的使命。四川现代拥有高度自动化、智能化的世界先进商用车工厂，全面导入了现代汽车的先进制造工艺和品质管理体系。高品质的四川现代商用车和发动机从这里走向世界。四川现代拥有覆盖全国市场的产品销售和售后服务网络，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最满意的产品和服务，实实在在为客户创造价值，不断增进客户的满足感与自豪感。四川现代将充分利用现代品牌的全球影响力和全球销售网络，积极开拓国际市场，为成长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商用车企业而努力。面向快速变化的时代，四川现代将坚守客户至上、品质第一、沟通合作、尊重人才、挑战进取的核心价值观，秉承包容互助、融合创新、不断挑战的精神，紧紧携手国内外合作伙伴，立足中国，面向世界，以客户为中心，持续推进变革创新，向着更美好的未来迈进。四川现代。